粽子为什么是传统食物里江湖地位最高的？饺子、汤圆、月饼、腊八粥，见到粽子都得叫一声大哥。两位教授分析，原因有四点。第一，粽子有文化，粽子号称中国历史上文化积淀最深厚的传统食物，有近2300年的历史。饺子满打满算才1800年的历史，早在还没有屈原的时代里，大家就已经开始吃粽子了。第二，粽子有内涵，因纪念伟大爱国诗人屈原而声名鹊起的粽子是节令美食啊，更是家乡味道。跟它捆绑的还有三天假期，假期里还有指定的项目：茶叶草、悬菖蒲、赛龙舟、擂战鼓。第三，粽子有身价，是唯一一款跟宇航员上过太空的传统食物。饺子、月饼都还在地球上混的时候，人家粽子就已经遨游太空了。第四，粽子会制造话题，关于粽子到底是咸味还是甜味的问题呀，这个南咸北甜的南北两派互不相让。对于山东人来说，粽子里就只有大枣和豆沙，其他一切馅料啊都是不正经。当年跟着飞船上太空的豆沙馅粽子呀，可以说明一切。话别说太死，我现在就挺喜欢吃猪肉馅粽子的，我一吃啊就想喝一个呀。吃粽子怎么还喝酒呢？怎么粽子就酒越喝越有吗？那喝一个吧，喝一个。